虚弱无力顾不了家，谁害妈妈气色差？运动出汗、头晕是贫血。高阶一点的瑜伽，我回家整个路上都在发抖。肉肉，你要小心贫血。哦，头好晕哦。先生就一直说我长这样不可能贫血。确实，他血红素是很低的。但是他先生面前说，你太太虽然是比较胖，但是最简单的方式，抽一管血，只要给我三 CC， 我给你个答案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